好久不见。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啊！共同来这里发放母亲节的康乃馨，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现在已经，我们的同志都已经就位了哦，除了那个，那个第二选区，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我们第二选区会在总统的征召的候选人提名以后，我们才会开始初选的提名作业。那另外就是那个昨天弟弟有帮那个郭董站下，那你自己对这场选举啊？我们党内的这个总统征召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不用过于激烈，因为对于未来的整合不会就是说可能会比较不容易团结，但是我认为愿意支持我们这一个团结为基础的这所有的选民，在2024希望看到国民党是合作的，是团结的，共同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一致在这里发康乃馨，未来等我们总统候选人征召出来之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政府，我们西湖镇公所，我们所有西湖的所有的姐妹兄弟，大家早安，大家好。我虽然是彰化县党部的主委，今天我们来了两位我们彰化县第一选区以及第四选区的立委候选人。我现在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国民党团立法院的书记长，我诚挚的欢迎我们的阮厚觉镇长以及我们的郑俊雄议员未来可以加入立法院的大家庭。台湾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今天虽然是母亲节，只有我们共同的团结，为了就是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安全？对。我们是不是要台湾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还要家庭幸福快乐，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2024，让台湾赢，好不好？好。